诚心敬意，平台花旦，恭迎圣驾，恭迎咱草屯惠德宫，奉祀圣皇尊神圣驾莅临，莅临着咱平台花旦，得着咱圣殿五贤殿，落下众子随同，虔诚平台花旦，恭迎着咱草屯惠德宫，惠仁宫辅圣皇爷圣驾莅临。诚心敬意，恭迎圣驾，恭迎圣驾。接着，咱技术人员代表，新店五贤殿技术人员，恭迎草屯惠德宫，奉祀惠仁宫，圣皇尊神圣驾坐前，行迎驾礼，一敬香拜，再敬香拜。三敬香拜，献上清香，清香献上，恭迎草屯惠德宫，奉祀惠仁宫，圣皇尊神圣驾莅临，安静吉民香花地果，恭迎圣驾帝君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。三敬献拜，献上香花地果，恭迎草屯惠德宫，惠仁宫辅圣皇爷圣驾驾临祝福。新店五贤殿，落下祭祀代表中央。草屯惠德宫惠仁宫辅圣皇爷圣驾坐前，听奉酒礼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酒礼，恭祝惠德宫惠仁宫辅圣皇爷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寿寿。第六五贤殿技术代表双手合掌，再向草屯惠德宫惠仁宫辅圣皇爷安前，听奉恭迎圣驾。再次感谢来自咱财团法人草屯惠德宫，也欢迎咱财团法人草屯惠德宫作为当干事莅临咱五贤殿兴大花团，前来参修指导。那么除了咱五贤殿主祭祀委员以外，咱新德都城隍庙咱的管理人，咱的地来成先生，一同也欢迎来自咱草屯惠德宫咱的董干事，以及咱所有家庭顶头交班工作人员。